好，呢一堂咧，我哋會做有關於介紹一下有關於 chemistry 入邊 dilution 嘅嗰個 calculation 應該點樣計算 ？dilution 即係將一啲嘢稀釋佢啦。OK， 即係話假設如果我原本有一個 solution， 佢咧個 volume 係 V1，OK，、okay? 然之後咧佢嘅 concentration 咧就係、是、M1 咁多。好啦，原本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假設呢度咧有十五粒嘅 particles 啊，嘅響入邊，咁就達到一個 molarity 咧係 M1 嘅狀態。然之後而家咧，我就響入邊加水 ，OK， 溝稀佢，溝稀佢之後咧，成個 solution 咧。個體積就變大咗啦 ，OK， 咁新嘅 volume 咧就係 V2， 新嘅 concentration 咧，我哋就叫佢做 M2 咁先算啦 ，OK， 好啦，咁呢個就係一個稀釋嘅過程，好啊，但係呢度出現咗一個數值咧，其實佢係唔會轉變嘅 ，OK， 就係咧個 number of salt， 即係 number of solute， 其實佢係唔會改變嘅。咁我哋就透過呢個關係咧，可以容易啲去運算得到 dilution。好啦，我哋先去計下個 number of mole of solute before dilution。喺 dilution 之前，我哋稀釋之前，究竟佢嘅 number of mole 係等於幾多咧 ？OK， 啊，咁寫翻清楚啦，呢個係 before， 呢個係 after。好啦 ，before dilution 嘅時候，咁我知道啦 ，number of mole 咧就會等於 m 乘以 v。OK， 好啦，今次 before dilution 嘅時候，佢嘅 concentration 咧係 m 一。before dilution 嘅 volume 咧就係 v 一。OK， 好啦，咁我哋就可以計到 before dilution 嘅嗰個 concentration。就應該是呢一個數值啦。OK， 好啦，咁如果個 number of mole of solute after dilution 又會點計咧？其實運算方法都係一模一樣，都係等於 m 乘以 v， 用翻呢一個公式咧，我哋可以計得到嘅。咁只不過咧，今次個 concentration 同埋個 volume 咧就唔同咗 ，OK， 就係 m 二乘以 v 二。好啦，咁嘅情況之下，我就可以計得到啦。佢 after dilution 嘅時候，嗰、那個 number of mole 係幾多？但係實際上 before dilution，OK， 頭先我哋特登畫咗有十五粒嘅 particle 上呢度，經過咗 dilution， 即係加水嘅過程入邊。個 number of particles 上新嘅 solution 入邊有冇改變呢？當然就係冇啦，因為我喺呢個情況入邊冇額外加啲新嘢落去，咁所以咧入邊嘅 number of particles 應該係維持不變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新嘅 volume 入邊仍然係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仍然都係得十五粒 particles。舉個例嚟講，都係得十五粒 particles， 不過佢 occupy 嘅 volume 咧就多咗啦。既然原本的 number of particles 就是等于最后的 number of particles， 那就是说原本的 number of mole before dilution 就应该要等于 number of mole after the dilution。我哋有呢一個 relationship 嘅時候，可以點樣去運用佢呢 ？OK， 咁我哋就可以直接將頭先寫嘅呢兩條嘅部分，我哋可以將佢加相等起嚟啦。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就會變成 m 1 v 1等於 m 2 v 2。咁我哋就用呢一個 relationship 咧，
就可以好輕易咁樣去計得到究竟 before dilution 同 after dilution 之後究竟佢嘅 concentration 同埋 volume 之間嘅關係係點樣啦。OK， 好啦，咁我哋試下咧舉一個好快速嘅例子，譬如話而家咧我有一個 solution。OK， 呢一隻咧 NaOH， 佢本身嘅 molarity 咧係等於兩個 m，volume 咧係500個 milliliter。OK， 啊而家我將佢溝稀佢。然後呢我想達到一個新的 volume 呢是去到兩個 dm cube 那麼多，那新的 solution 它的 concentration 是幾多呢？ OK， 那我們就直接可以用剛才的那條式 m1 1v1 等於 m2v2 呢，我們就可以去運算了。 OK，咁啦，我哋就將嗰啲數值代落去咯。OK， 好啦，既然 m 一係等於二嘅，咁我哋就喺度寫二啦。v 一咧係500個 milliliter， 咁我哋習慣性咧都要將佢變翻做dm cube， 咁先可以做落去嘅。咁呢度就係0.5個 dm cube 啦，就等於 m 二。m 二今次咧呢個數字係唔知嘅，但係 v 二我哋知喎。OK， 是兩個 dm cube。 好啦，咁我哋最後我哋想知道 m 二係幾多嘅時候，咁咪直接運算啦。 m 二咧就會等於0.5個 m， 即係 mole per dm cube 啦。OK， 咁我可以直接咁運算。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哋去計算 dilution 嘅方法。咁啊，所以總之記得喺計算 dilution 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用 m 一 v 一等於 m 二 v 二嘅方法，咁我哋就可以計得到噶啦。希望咁樣幫到你。